角度对吗？我会在拉大。热情的姑娘，风姿千百样，有没有？来到高雄就是热而已，好，就是脱了，就马上下车就开始想脱，我穿太多。你干嘛呀？对啊，那红着头在那笑哎。我戴新耳机啊。哎，哇，开玩笑，哎，我很吵，这样我很吵。动漫宅。动漫宅。动漫宅。哇，这动漫宅。先去高雄去买台屌车。屌车。我跟你讲啊，超屌，高雄也要去，再晚都要去。哎，我查一个蛋，今天忘记拿出来装蛋蛋。哦，身为一个偶像级的艺人，要保持自己的身材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茶叶蛋，泰山的蛋蛋，地瓜，茶叶蛋加地瓜，早餐就是这么养生。网红的世界就是这么枯燥乏味，时尚单品有没有？这个啥 ？AirPod Max， 干蛋什么啦？干呀，都不忘摘。好看，这好累的，要装逼还装不好。猴子，哎，这张模业配哦。我跟你讲，因为太多网友都问我，小四你那衣服在哪里买的？小四你那手表在哪里买的？你知道上次有一个问我手表哪里买，我贴网址给他。下午他又跟我讲说，小四我买好了，我买两只。一次买两只，好啊，这一只就是跟那个猫家鱼一样的，啊，完蛋了，然后会被八卦杂志写，会不会有一天拍到我跟他手上都戴着一样的手表，然后说我们有一腿，会吗？没有，我是结婚的人哦，好不好？还有猴子的裤子，艾迪达四 D， 有没有？这是四 D， 然后这是阴阳配色，然后这个是鲨鱼的背包，然后克罗心。不用怕得力，你知道？我知道。你剪片的时候你去查，木村多哉同名款，这个戒指就没什么了。这个就是那个我去看埃及展的时候买的。好，这上面是这个古埃及的印记。还有，还有一个就是询问度最高的眼镜。对，眼镜是这个亚历山大麦昆。亚历山大麦昆，阿昆啊，你不熟悉？好啦。好不好？啊，今天时尚单品就介绍到这边，因为怕片长不够，好，所以我们先录起来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要吃这个茶叶蛋，挂一根这个有没有？哎，我把这一包这样放在裤子会不会很大包？会吗？颜色好像有点相近的，长度我是没有这样子啊，我是再长一点点啊，没有长很多啊，再多个二十公分左右而已。好啦，我要吃早餐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低価格。到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的实境节目真的是实境，只差没有直播而已。刚在来的路上，客人说跟摩托车擦撞，对，他说停红灯停一停，然后那摩托车不知道怎样软脚就倒下来，赶紧摇下车。哦，啊，照片我有取得一手的照片，等一下我们再放在后面给大家看。那，啊，现在他在做笔录当中啊，好，我们就脚蹬单主峰，好，走。你看这实境节目什么事都可能发生，没有在 C 的，就是真的在路上。耶，yeah ！我们现在在这个大丰一路跟大裕路路口，这个老板的人很细心。如果住在高雄的朋友，有机会可以来这边朝圣一下。如果车有需要弄的话，改装的轮框很多，它旁边有一个这个陈列室，好就可以来逛。好，这台2010年的 IS250， 对不对？嗯。F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这一趟为什么一定要来高雄？如果它只是 IS250、IS300， 真的我们这一趟路就没有意义了。这台是传说中的 IS 之王，我讲了嘛，对不对？马三马三王 ，Camry 要买 Camry 王 ，Tiana 王，雅阁王，对不对？我先带你们看刚刚被摩托车压到的伤痕，在这边。这回去叫科P处理看看可不可以处理掉。这搞不好是他的那个橡胶手把融化掉掉上去，搞不好推推就推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过他说还有那个保险啊，所以 OK。那我们首先介绍一下 IS 之王，叫做 ISF。
它的名字就三个字 ISF。 它这个车上用了大量的碳纤维，现在看到都不是改装的哦，碳纤维，正碳纤维的下巴。你知道这台车新车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440万。这台440万，台湾目前保守估计不超过20台，有一台在小四这边啊，目前还没啊，等一下牵回去才是，有一台在小四这边，好不好？1/20，好，那种概念。然后再来，你看哈、哦，原厂19寸树脂状的铝圈，大六对向6活塞卡钳，大包雨，原厂通风碟。再来，它的叶子板的侧面有做这个空气导流的，它的导风网除了空气力学以外，它可以这个帮刹车散热。我觉得最漂亮的在这里，你看它的排气管啊，你看，这是原厂的，原厂的这个排列有没有猛兽的意思？有没有 ISF 拍一下，这很重要，这不是自己贴的，这是原厂的。好了，看引擎，看引擎。这车主哦，有两台车，一台是 M3， 一台是这个，然后两台一起卖。然后我跟他说，我钱不够，可以买一台吗？好可怜哦，妈的，你们这些小兔崽子，每个买车都要公司出钱，妈的，我就被你们弄到快跑路了。好，你看碳纤维饰盖，它里面的心脏是一颗5.0 V8 的引擎。好 ，V8 的声浪，阿丹，你刚刚坐在车上是不是就有听到？它油门吹下去那个声浪，好听，很顺，很好听，对不对？刚刚我问车主哈，我说这个在台湾你知不知道有几台？他说他觉得10几台。我说我问我朋友，好像听说当初是大约20台，但是蓝色的听说更少。蓝色他说他觉得可能只有个位数，2-3台而已。那他当初这个5.0 V8 的引擎有400，好像423匹吧，400多匹的马力，然后有51公斤米的扭力，51公斤开起来也是很可怕的。好，那我们去看他室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，有没有碳纤维？当然啦、啊，400多万假的碳纤维哦，贴贴纸哦，好啊，中间中控台碳纤维，然后这个是小牛皮，我跟你讲哈、哦，当时这一套小牛皮的啊，只会在类似的顶级车款会用。我之前有讲过 SC430的小牛皮椅子，就是这个一样的东西，好，然后就有点类这个赛车椅的造型，然后它是电动腰靠，它这个翅膀不能夹，只有电动的腰靠而已。好，你看连拍档头，好不好？你看它椅子的侧面，阿戴，那边椅子侧面有没有 F？ 哎呦哎，这边哎，帅！其实那时候的 Lexus 都有这个环保材质的问题，所以他换了新的门板。然后我问他多少钱，他说40000多块一片。一片？啊，这个一片可以买4片的 IS250的门板，但是他觉得他还是要用原来的，他就为了这个皮，为了车蓝线，所以他花了4倍的钱啊。如果是我修，可能直接帮我叫4个 IS250就好了。大气好不好？霸气好，其他配备就跟这个 IS250 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它有个特别的地方，你看它后面是两人座，有没有？中间有 F， 这边旁边有 F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发现，其实它的这个侧面这边啊，它这其实是一个大包延伸到侧裙。我们等一下就等车主去清完贷款，啊，签一下合约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撤了，好，今天就移估了，然后回去就试车练材。金狮虎？什么金狮虎？地标了 ，Golden Lion Lake， 金狮虎，好不好？啊啊，怎样？我要讲什么？好，我们现在去哪裡？去下一站台南啊，台南吗？我想高雄真的很热情。我们刚走哈，光说再见就大概说了5分钟才走得了，而且刚也遇到第二个来拍照了。对啊，两个。我们只是站在路边而已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你看到阿呆说：“哦，呆哥，哇，呆哥，哇哦！”哇哦，呆哥，哥已经变呆哥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他的片场不够了，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去做一个神秘的任务，我们要去关怀我们的这个目前小四汽车最红的网红，一天缔造20万点阅率的网红啊！妈妈，我有一天想不开，衣服脱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能力，有没有这种水准，太厉害了！既然他不脱衣服就有这种水准了，好，我们要去。让他感谢祭一下，访问他一下，说爆红的心得好不好？好，说走在路上有没有都被学弟学妹啊，哈，都认出来这样，然后有没有学弟拿新书给你，有没有？不是学妹哦，是学弟哦。
估这台啊，妈的，拿我的钱买了这个车，然后再把车卖给我，所以灯很金堆积出来的地方啊。今天刚好去高雄，然后南下来台南，这是什么？南台科技大学，然后来这边找网红舒适哥，那个爆红的滋味是什么？太尴尬了。你在学校没被认出来？没有。干什么烂？我不想被认出来啊。快了，差不多了，你这车妈的开到哪里都会被拦下来了啦，好不好？原本预计有个10万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干的啊，好硬哦，对不对？爆红成这样，你看很多人支持你，很多观众朋友支持你。我今天这一趟就是要让你感谢季的，好，要谢谢观众朋友支持，大家都一直帮你刷，一直帮你刷，真的。对，然后大家一直帮你留言，快快，然后拍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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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一波。我要讲什么？感谢观众朋友啊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！我已经不在，不要找我了。要完成学业啦，我看到这盘谁就是岩壁的料了啦，好不好？很多人在问那个过户什么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妈的，上片之前这小兔崽子早就已经过他名字车开回屏东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不要担心太多。我们这尖叫声关怀之旅，短短的几分钟就结束了。为了看你妈11点才到公司，我又加班了。好啦，那下次见啦，拜拜，拜。那你今日就去买几台哦？啊，你去买 ISO 20要怎？加线嘞，哦，啊，四缸的嘞，四缸的盖有啊，就伟哥人嘛是盖四缸，还佫卡泵的，卡泵还真倒啊，卡泵，天嘛在盖啊，帅吧？啊，我们今天买几台 ISO 20要怎？什么 ISO 20？ 我清楚，六活塞大鲍鱼了，是我是国看的，是我顶个买一台哇，是俗家的。不，烧哦，烧哦，还真的，阿宝。哦，真的嘞。后边你看，后边嘛是，你看，后边对二的，你看。我重点来，你看我在买讲，这种排列方式你敢捌看过 ？IS 之王哦，有啊 ，IS 之王。所以是啥物？就嘛是 IS。你捌看过敢那四人做的 IS 20吗？啊，你看卡缝有多多上多多，你看。所以这个无环保材质的物件啊。啊，是有。我怕几乎哦，是有。你是捌过，捌过啦。你翻来听一下，你就知啊。有感觉吗？这是虚拟声浪吗？哈哈哈！你看我这是水气的吗？就是啊，变成三十 V 八，哈哈哈！我讲你新车400几万呢，包无？这個、回去哈、哦，就把那个 mark 改掉，啊贴 IS 250，然后你在路上电人家对吧？哈、哦，电完之后，下来人家问你说，哇，你这 IS 250改什么？怎么这么会跑？怎么这么会跑？我就改一个贴纸，让隔壁慢慢观赏，好不好？我没观赏，我也要开灯。太贵了啦！太贵哦。好了，等我长大还要买一台。还没长大。还没长大。超喜欢这个车的车头，所以这是什么车？圆灯竖立啊，就我们那303那种啊。你要从侧面看，它有点像鲨鱼，上面比较延伸，里面比较缩进去那种鲨鱼的感觉，帅。看看有没有机会改一台，而且圆灯，我喜欢圆灯。你不觉得以前那种美式肌肉车都这样，然后中间会拉一条线，有没有跟泰山那个烂Focus一样，有没有？中间一定要拉一条线。以前那种老车就是这样才有味道。好不好？可是我们今天不是来买这一台，这是人家店家的车子。